上回讲到咧，用完酸辣 PP 个个好似剥壳鸡蛋咁滑，咁除咗可以做面膜、洗面之外，仲可以加入洗面膏度啦，加入洗头水度，甚至系可以攞嚟咧喺湿疹嘅位置敷嘅。大家有所不知啦，原来咧我屋企咧都有好多湿疹嘅朋友，甚至咧系老人家嘅皮肤炎都可以解决到。每一次咧，我开头做任何嘢，我个仔阿护咧，佢就系插埋只手，插埋只脚，咁佢一定要敷埋啦，用埋嘅，咁好放心。咁因为我用嘅产品都系好天然，同埋咧都系敷小朋友用都可以嘅。你只脚咪 itchy 啊？你都要整啊？系咪 ？OK。话说阿护个爸爸咧个湿疹脚都跟咗佢四五十年噶啦，咁。呢一排佢着完西装裤又着埋袜之后咧，就有痕啦，又肿啦，又唔舒服啦。咁佢可以搽油嘅，但系佢都觉得好痕。今次同佢转做一个咧，就系一个面膜，唔系一个 foot mask， 帮佢用咗酸辣飘飘咧去敷佢。酸辣飘飘其实有好多抗物元素噶，好似死海嘅抗物盐咁样，可以咧令到你。你就搽埋啲酒咯，即刻成晚都唔痕，成晚都唔使再拗啦。咁但系咧就要敷耐少少啦。我谂啊，敷成一个钟头以上啦。你痕唔痕啊，乐乐？系痕。边度啊？你又痕啊？你又痕啊？你得唔得噶？得爸爸痕。唔好啊，好整污糟噶。你帮爸爸擦好嘛？你帮爸爸擦，你帮爸爸擦呢度呢度呢度。我要擦乐乐。冇啊，妈妈都唔擦嘛。乐乐擦。要睇。好啊。想睇，放手。今次呢条片咧，系因为咧屋企人咧有一个咧系用油咧系会敏感，每一次用油佢都话 itchy 咧好痕。咁呢个时间咧，我哋就转用咗一个酸辣飘飘，做一个咧系一个舒缓嘅身体膜俾佢，之后咧佢就成晚都好舒服，同埋咧成晚都可以瞓到觉啦。咁希望今次大家中意呢条影片啦，记得 subscribe 同 like 喎。